乔治，快一点，前面就是爷爷奶奶家了。姐姐，我走不动了，我不想去了。不是说好的吗？我们要去爷爷的菜地玩，要去奶奶的鸡舍玩一会儿。对呀对呀，可是我就是走不动了嘛。啊，那好吧，我们坐这儿歇一会儿，三分钟以后我们再走路呗。姐姐，我快追上你了，快点快点，爷爷奶奶我们来了。哦天哪，我的大孙子来了。走，爷爷奶奶带你们去菜地。哇，好大的西瓜。喂，还有黄瓜。是啊是啊，还有草莓，还有樱桃呢。快看，爷爷还种了好多萝卜呢，这萝卜都长大了，拔两个。哇，鸡舍有好多好多鸡蛋哦。哦天哪，小鸡崽子们在吃玉米粒呢。哦天哪，房顶上都有一颗鸡蛋，怎么这么可爱。哦，小房子里也有一颗鸡蛋，乖快出去吧。宝贝们，今天中午奶奶给你们炒鸡蛋。喂，太好了。